身在这期跑男用自己的专业和天赋向荒诞的主题转向了另外一条路。这期跑男的任务是用 AI 制作歌曲再进行表演，最后由审音的同学投票决定胜组。 AI 本就是对人类文化的重新排序，翻译一下就是音乐裁缝。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能力做出高质量歌曲。我一开始知道是让 AI 写歌，其实我跟祖儿姐我们俩表情是有点复杂的，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他没有那么差，当然他也一定不会那么好。在制作歌曲的时候，即便只有半个小时，周深还是重新写了词，为这段歌曲赋予了人味。他这个不压抑一点都不压抑，他没做到，我觉得我们自己改吧。别人都进入到彩排阶段，他歌曲基本都成型了。我们这两个音乐人对歌这要求比较高，这样东西要是太难听，我们俩会很难受。到最后表演的时候，规则可以不开麦，但周深和容祖儿还是坚持了真唱。东北人不差钱，梦想全都能抱怨。用心用专业态度对待的这个作品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我也选择不差钱组，我也是投给最后一组。不差哥的表演满分，我更喜欢最后一组。周深和沙溢对 AI 制作的看法将这期跑男主题推向正途。好好的用它，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去表现我们自己表现得更准确的一个工具。不是，这个科技啊再怎么发展，人的能力更重要，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将来你们来控制 AI，真正的成绩还得在人身上。而周深二专的制作人钱雷在探讨 AI 制作时也说过类似的话，音乐创作人不排斥跟着时代学习最新的技术，但是音乐是有根的，是有感而发，不是计算出来的。是啊，音乐本来不就应该是有感情的吗？ AI 是可以替代很多，但无法替代人的感情。周深这组在这期跑男里正是用专业、敬业和努力向我们印证了这个事实。千万别让周深和容祖儿在一起，更别加上沙溢，会把人笑疯。周深说他和容祖儿就像两只蛐蛐，放一起就要斗。没错，这两人斗舞也斗嘴，加上沙溢像喝了假酒的一家三口。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水，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好嗨哟，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在摇，好嗨哟，加大鼓鼓好吗？加呼噜是什么东西？自由飞翔，多听点内地歌吧，永走矣。多点看歌名吧，都上。听点内地歌曲吧，容祖儿。我有听过。对，攻击我不住，我就积极的。哎呦你妈！就是破坏道具了啊！来，如果感到幸福，并且还在受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就别往上了，这挥不动，别跑了，哥。哎哎哎哎！要错了吗，哥？要错了吗？可以。啊，我忘了还有这一轮呢。那个前辈刚才都有你演的更凄惨呀。这下之后未必能开了啊，来。很温柔啊。你往哪儿跑？哎呀！他就一上一下。他这个不押韵，一点都不押韵。还没做到。我觉得美食佳肴泉州强，我们自己改吧。哦，鸡架烧烤啊，安排上，安排上。整这 AI 要比更累，哎，我就麻烦死了。不如东北人不差钱，哈哈哈哈哈哈。也行，也行。东北人比较加重了那种开心的感觉。我想想啊，哈哈哈哈，你别闹。行，挺好。这玩意儿确实是创作者，好男欢聚在沈阳，美食佳肴全都尝，中街大串口中香，鸡架烧烤安排上，锅包肉香传家，请拥抱你，老边饺子味道妙，欢声笑语满城绕，东北人不差钱儿，快乐生活每一天，豪爽情怀藏心间，哈哈哈哈乐翻天。东北人不差钱儿，梦想全都能包圆儿。那说你一个菜没点儿，我还搭一个咋那么抠呢？哈哈哈哈！你别闹，哥们儿从不开玩笑。沈阳美食任君选，好男兄弟乐翻天，乐翻天。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从美队都挑选了一位成员担任美队的音乐制作人。你看我呀。大制作，我是制作，你还在曾毅的位置上呢，你还完了，这组歌只有又了，你们就叫又又吧，你们歌的名字就叫又又又又。今天你们四位会担任各自 studio 的队长，你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studio 的队长。哦，哇哦 ，English international。带领自己的队员在今天晚上9点之前完成一首1分30秒的全新歌曲制作，并配合进行 MV 的演绎。啊 ？MV？ 你想要的也太多了吧？又要唱又要做还要拍，你确定我们四个编出来晚上不会上来又是陪你去看流？四首歌曲演绎结束后，会由10位沈阳音乐学院的学生进行投票。我的妈呀，专业的！最终得票最高的队伍就是今天的获胜队。虽然你们四个队伍的音乐人才济济，但是今天你们需要使用最新的 AI 音乐工具来完成今天的音乐制作。最近几年 AI 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技术狂潮，各种 AI 工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词作曲等多个方面的音乐制作工序，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听四位队长的 AI 声音模唱。就是你采集了我们平时的声音，对，就仅限于用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听吧听吧，来来听一听。首先来听听 AI 大勋演唱的《浮夸》。浮夸。AI 大勋不是你本人，不是你本人，就模拟的。那但是用他的声音音色。对。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左倾眼在圈在吗？为什么像李荣浩老师？允许我别再饥寒天发。就这水平 ，AI。莫非你被咋呀？和这横得和吧？这 AI 不咋样啊。别回梦，有人在为你碎洒。魏大勋，你要不要反黑一下？不了，就这样吧。我听听别人的，一会儿好听，一会儿不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听听 AI 晨哥演唱的《少管我》。我有，这么快就有了。我下我开一抓中风中高撒了花、哦、不见一摘露水心安花是你吗、哎、跟现在我生拥抱到的出发回金沙不是我就为用光枪为飞牛神下我成为困中下里一边写花我过在花这个像出发的流浪者这个像这个最像，就是捏的都上不去了。这个像这个，感觉谁踩着我的嗓子。不在乎，只能说，甚至比真唱还好听。哎呀妈！这是第一个 AI 比真唱好听的是吧？至少 AI 卡了点，卡准点了。确实，确实。接下来我们听听 AI 沙哥演唱的。哦。期待，期待。哦，期待啊！啊感觉唱上戏了呢你像二胡啊你唱出了二胡的感觉这是一种乐器感觉像那气球没气儿了你知道吗最后你像是感觉边哭边唱呢边唱边哭好像二太棒了这 AI 真是好 AI 好 AI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 AI 凯哥演唱的歌曲 Opera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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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No you got a sign 哇俄语这好像啊有范儿有范儿这不就凯哥唱的吗 Astila Saksin 哇 Daphne Bori 就是你的声音啊快去对嘴对嘴后面就只有啊了。我黑我。哦，有了有了。这 AI 搞事情 ，AI 知道你没有这个音域，给我出来。AI 你给我出来凯哥证明一下自己凯哥证明一下自己来五、哦、这是可以没唱够没唱够还没唱够凯哥都在没声了我帮你配一个音你这个、啊、凯哥他真的会唱一二三五相信通过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 AIF4 应该能够完成这些歌曲的演唱。今天我们最终的任务是歌曲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AI 工具是如何在这个领域进行工作的。比如说，你们想说姚一天做节目好辛苦，什么？你自己 ？Excuse me？ 有这么自己 Q 自己的吗？在这个时候？那我更想说，那咱打一个为姚一天做牛做马。可以，可以，来。为姚一天做牛做马，写一首，写一首歌。歌。哇、哦、哇！哇，这么多歌词儿，这么多词儿。晨光初现天边红，姚一天。明心中勇，甘愿为你做牛马，甘愿为你做牛马。这 AI 你家开的？好离谱啊！这个为你付出心无悔，汗水洒满人生路，只为守护那份真。写那种打游戏。
你们可以随便说一种歌曲风格 ，AI 就会生成对应的歌曲。拉丁吧，拉丁，拉丁，来听一下拉丁。好期待哦！好，好了，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为要一天飞鸟走马，为要一天做牛做马，你别说还挺好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跑男主题曲。哎，这可以，这可以。学吧，学吧，学吧。这开始学了。学吧，这开始学了。学吧。所有的摄像大哥必须学会这首歌。为要一天做牛做马。唱。唱这样。가려진오랜시간이앞으로 나와 모든 시간을 함께 해줘. 대답 안 해줄 거야? 그럴게. 평생 옆에 있을게.